我叫 Hend， 我的中文名叫嘉禾，我来自突尼斯，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代经济人文学院的专职外教。我工作大部分时间在美丽的崇明教区，位于崇明的东部。我在这里教书已有四年时间了，主要教阿拉伯语和法语。我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，喜欢看中国电影，所以我学的第一门外语就是中文。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育人，是我从小的梦想。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，我们都有目共睹。下方党的二十大的召开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、影响力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作为一名外国语教师，我感同身受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才来到中国。少年强，自国强。现在我教的同学，在未来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形象。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语境，所以我在学校里设立了法语角和阿拉伯语角。在这里学生和我就像朋友，我们一起喝咖啡，一起阅读朗诵，用法语或者阿拉伯语交流。他们还会自发地去做一些翻译的工作，要让学生们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，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换来别人的尊重和认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很喜欢崇明，因为这里生态环境不仅适合居住，其实也很适合学习。一个安静自然清新的环境对学习效果的提升有比较的帮助，我就非常喜欢在这里教学和学习，因为外在的影响对我几乎没有，只有和谐的自然环境，很自然的能沉下心来去学习。有时工作累了，就和我中国的同事们一起在校园里走走看看，我们之间完全没有隔阂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